没下，还没下，不要偏袒。有机会得分，还没。重点，打上去的时候，那个上面的人有他的胶皮啊，刹车呢不是他，是刹车是夹。然后呢，就自己出发下雨，一个可能会冲力比较大，另外一个下去之后你可能会卡，但你可以看旁边那个人。你快接近他的时候，那个用力的那个不好，用力啊，因为那个没有胶，就可能会很接近。
可以哦，可以哦。翻译机在这里。168对，整个人拍到吗？有啊。有，尤其是你看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哎，这全台湾最好摄影师，你问哪里会拍到？你的球样子，4-5台机器都拍到了。蛮近的，有蛮近的，可以哦，可以，可以哦，110公分，快一点，准备追了，赢了吗？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大会报告，啊停，不能动，不能动，大概超前一点点的样子，好近哦。问他脸色不对，对，就是有一段距离。有吗？可是你们也不能这样说。不会，搞不好等一下会出现一个300公分的，我们刚200多都赢了。还 OK 哦，不会很难看哦。196公分。OK， 马上看我们组队。Go。我等一下一定要努力。够不够啊？好，200。距离吗？有距离啊，距离刚偏掉了。我还两百零，还有两百五，158，恭喜组队获胜。我可以跟你说，我刚刚在下来的时候，那个脚好想听了。以我为中央舞。好了，那么经过激烈的鏖战之后呢，组队获胜。耶！对，来摸。对，队长，队长一名，队长摸。5颗黑球，捞一捞，捞一捞。4颗黄的，OK， 恭喜6-5，组队现在又超前了，形成严重的拉锯战，可怕了，进入更可怕，连我都不敢讲冠名的一关 ，Go， 差太多了，你还漂亮，我还是觉得2公分输1公分，这个我真的觉得有一点太，我要求重新验票。我刚真的有感受到你说翻掉那个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刚刚就整个这样弄起来的时候。因为你有提醒我说不能全力的，对，我就一拉腰闪掉的时候，如果我再全力的话，我就又被拉去，又是这样出去，然后就到另外一个弯道。他刚刚的腰是直接，好像是你的腰有没有闪到？腰还好，我的腰整个闪到大，你的腰很强，你腰很强。那我刚刚自己有看回放，就是我在滑下来的过程，我的后面两只脚是整个浮起来的，他弯完之后还是很帅啊，谢谢你。